要不你就往地下拉粑粑呀你啊。六年你不拉。六年的时候你干啥去了？出去就知道追兔子不拉粑粑。你看我，你看地上啥？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出去干啥去了？不拉粑粑，就玩兔子，就知道追兔子。完了回家拉粑粑，你瞅你拉这一地，拉地妈妈不得收拾吗？别踩我毛毯上。下回你再回家拉粑粑，我打你啊。